圣所呢个戏里面咧，我就会饰演一个后生嘅修女 Sister James。其实我舞台剧版都睇过，咁我觉得好大分别嘅。其实各有各好嘅。点解你唔话俾我听啊？因为我唔觉得有问题啊。挑战都唔会话太大嘅，即系如果系对比起电影嚟讲，因为我觉得舞台剧嘅版好其实会集中喺真系戏嗰类，反而我觉得大挑战嘅就系、是。是真的幾個演員在個舞台上面沒有任何的、什麼的效果，不會爆煙花，反而是、真的很踏踏實實去做一個戲，這個我覺得是更加大挑戰。火是一樣的，跟你說如果你心、我會停一停想一想，是我覺得這個是、挺好的解決辦法，因為、就算無論你聽任何人去講啲乜嘢，其實、你繼續要去生存嘅只係你自己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停一停諗下，究竟自己信嘅乜嘢啦，自己想行嘅咩路啦，乜嘢對你嚟講係最有價值咯。Sister James 係一個我好期待嘅角色。首先係可能年紀上面會近翻自己多啲啦。咁我面對嘅問題都會似嘅，即係對於一個一個新嘅修女去。從事一個佢好中意嘅職業，咁佢開頭嘅時候會有好多嘅抱負，好多嘅熱誠，咁慢慢發覺，原來喺呢個行業裡面或者呢個工作上面，其實仲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角度，或者有多嘢學俾你知道，咁我覺得係同自己有啲近嘅，咁而且可以同一啲好好嘅前輩、好嘅對手一齊。